看到没有？看到没有？我埋的伏笔已经发挥作用了。芦苇，还是要留心哦，还是要留心哦。啊干！为什么每次死掉，大家都是看画面就死上去，然后人数忽然就上去了？欸，你们这样不行啊，那你没塞了，干啊，这样不行啊！恢复流看一下，3000多哎、欸，嗯，什么伏笔？没有，我没有翻车。我刚说的伏笔是说，是强化腐死，他不会，应该是不会死才对。那一定是坏掉了，嗯，一定是坏掉了。抽卡哦，哦哦，有了有了，哦，我靠，威力太强了，小太小气了，抽卡哦，抽卡，嗯，不会顶呢，等下看状况好了，好不好？因为我石头不太够，先打左边哦。啊，六 combo 有点危险。对啊，六康不会有危险。然后也没关系，我们血量够多。我看一下，一组新珠可以补多少？一组新珠两康博、三康博、四康博。哦，这康博数会不会太多啊？六康博、八康博，8000多而已。8000多而已。啊，转珠为什么会变康博数变高？有时候会坏掉啊。一康博、两康博、三康博。四 combo， 五 combo， 不对，五 combo 嘛，叠珠没有叠到，哎，为什么那么弱啊？他妈的！照理来讲，应该是要消了水火木伤害才会大了哈。我应该没记错吧？应该没有吧？不能抽，对啊，抽了就没有吃石秀嘞。为什么那么多暗跟光珠啊？这一波伤害一定是没有啦。哎，有天降哦。OK， 信用卡下去就行了。哼，洛基恨我。他那个凶，记一下。哎，我这样一直撸过来，我都没看关卡，这样会不会太危险了？先开好了。欸，看起来他打我好像蛮痛的。噜噜，不灵，不灵。舒服，丢关。据说我之前都是破防哦。啊，少一堂。棒棒棒棒，棒棒棒棒。对啊，为什么会浪费我一颗石头嘞？超猛的，哎，没有再猛也没有他猛。说实在话。哎呀，弟弟了哎，对不？莫名其妙死掉，我真死都莫名其妙。第六关哦，封锁技能，对吧？这时候千万不要小心哦。哎呦喂，外星啊，外星啊！不要短心，谢谢。哇，这干了短心得被狙啊，你知道吗？短心，
我觉着免惊，最后一回合咯。所以，但是我们新竹还是把它弄出来了。哎，天降了，你就补回来了。哎，五克才8000多而已，不多哎。讲话顿哦，讲话顿，好，这亏了哦。咯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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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真的是不太给我强化补血的感觉。哎，我玄霄都不爱亏啊！因为刚是免亏玄霄，嘛是攻击力有够啦，我一波爆发那个亏好啊，啊你较妥妥。四康宝，我怎么有一种残血的味道？嗯，是真的是残血哦。喵桌子尽量消掉掉啊，消掉掉，为什么要叠音啊？看你语无伦次。哎，画面卡住，真的假的？我看一下，有吗？有吗？我看一下。有啊，我还有柱子啊。F5 看一下。哎，那个谁啊？那个 Goki 讲对了，讲对了，因为玄霄开了会有点压力。有卡，现在 OK 了。等一下我们看石头剩几颗就知道了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对嘛？对嘛？刚刚有卡那个萃取的问题，对对对对，不是我，不是我。阿林楼，梁主席应该是没问题的吧？梁主席，你给我洗，我等下批评我。哎呦喂！哎呦喂！哎呦喂！四康博才补12000哎，其实好像没有很多呢哦。哥亏姐啊，我刚刚其实甚至埋了一个伏笔，伏笔不太敢讲了。只干那个无回血个无搞，你没来避兵，我跟你讲，我来个全体攻击，啊，你就是全体啊，知道？哎，左边那已经 KO 掉了，所以我不是那么怕。就是要把右边那只 KO 掉，不然你会很害怕，我跟你讲。应该不会因为属性相克威力不够吧？哎，我只盖个高鬼啊，好悲啊！乌云扣就100%呢，100%呢。100%，估计了好吧？你这是虚空重击，那波名啊，玄霄之，我们在欧本量，应该是有够啦！克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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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哦，舒服啊！注意听，哦，舒服，舒服，舒服，哦，这声我改，我强化腐蚀哦，几只各差几回合。强化盾。就不用急着打他呢，好像是这样。
欸，还真的没给他打了哦，你还真有种啊，平民百姓。我个人的判断是安尼啦，唔知你看的是安怎，就是，可以接你就好啊，给你支持就好啊。哦，支持好几百，支持几百哦。叠珠下来，克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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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克克林，哎呦，磕了头呢！干，我好害怕，干，我真的超怕，超级怕，干，我真的有点怕，我怕他把他转太多了，我记得消水火木不是吗？应该是不会有问题的哦。嗯，你要做什么？不要来扰乱我，太可怕了！这么可怕的状况，不要来扰乱我。应该是 KO 吧？应该我消掉，我消掉，龙哥卖动哦。干，我换剑就心脏有点停下来了。15029四高的到底是否能够把梦魇金针？哦啦哦啦哦啦 ！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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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K。这个好像不太好念呢，好吧，害我吓一跳。四杠博，因为机制太长了，然后那个 K 要念很长。真的，我刚刚看到四杠博，其实心里有一点点的，有没有？有一点点小小的跳了一下下这样而已。其实我还是很沉稳的，你有看到我很紧张吗？一点都没有啊。四杠博呢？嘿，三大五杠博，我们就好小。我跟你讲，能够以四杠博这样通关为王的，我跟你讲，实况组，我敢说我是第一个，对吧？我敢说我是第二个。没有人会说他是第一个吧，因为没有人承认他转那么少，对。